秦帝国，第三部，《金戈铁马》。大臣、将领、嫔妃们猛然醒悟，顿时乱了阵脚。丞相甘茂大喊一声：“勿得造次！”扑上去抱住秦武王双腿：“我王，不能冒此大险呐、啊！”其余大臣、嫔妃们一齐拥过来跪倒：“我王万圣之躯，不可涉险呐、啊！” 一直大皱眉头的白起，奋力挤到大鼎前，锵然躬身道：“臣欺我王，一国之威在举国合力，不在匹夫之勇。大王纵能举起九鼎，与国合议敢请我王以国家为重，三思后行。”冷冰冰、硬邦邦、振聋发聩。秦武王冷笑道：“白起。” 你敢教训本王，举鼎后再杀你不迟。来人，脱开丞相！两名甲士将甘茂夹走，甘茂犹自回头哭喊：“我王，白起说的对。”秦武王脸色骤然凝厉：“有挡我举鼎者，便是这般。” 顺手抓起巫祸尸体，向那口千年王中掷去。轰的一声长鸣，巫祸尸体碎片飞裂，血肉四散溅开。全场秦人面色苍白，一片死寂。白起却大步出场，悄然拔出长剑举过头顶。秦国壮士，为我王助威！ 一千铁甲骑士唰的举起刀矛，铁青着脸，一声怒吼：“秦王大力神万岁！”秦武王先去软甲头盔，露出一身黑丝短衣与披散的金色长发，腰间扎一条六寸宽的大盘牛皮带，两只赤膊尽皆金黄色长毛，身躯伟岸。 俨然一头发怒的雄狮。甘茂踉跄冲进，双手举着一坛凤酒，臣请我王饮酒壮威。秦武王一手提起酒坛，仰天大笑道：“大秦要平天下九州沧海，小小一鼎何足道哉！”单手捧坛，蛟龙吸水般一气饮干了一坛烈酒。 扬手一甩，酒坛呼啸着飞向王中，又是一阵轰鸣，经久不散。冷笑着看着春光下岿然伫立、斑驳闪耀的雍州大鼎，秦武王正要伸手间，却闻空中一声尖利的猛禽长鸣，一只黑色大鹰箭一般向大鼎俯冲而下，又骤然展翅升空。 众人惊骇失色间，才发现大鹰叼着一条红色的大蛇飞向了高高的蓝天。秦武王大是兴奋，向天上黑鹰遥遥一拱：“鹰神为我去妖，大秦不负鹰神。”周氏君臣都知道，上古老秦部族是以黑鹰为神灵的。当年还是太子的周平王。 跋涉陇西寻求秦人援手时，老秦部族的山地城堡还都是苍鹰展翅之形。黑鹰是老秦人的战神，它比那美丽的凤凰更使秦人热血沸腾。这天外黑鹰恰恰在此时出现，而且叼走了一条盘踞在雍州大鼎中的红色大蛇，在秦人看来，自然是大大吉兆了。 随着秦武王的誓言，全场秦人一声呐喊：“英神在上，佑护我王！”少年周王与周围大臣人人沮丧，面色难看极了。周人原本以龙为神物，周文王推演的《周易》八卦多有以龙之变化预言人事变化的卦象。然则自从有了凤鸣岐山的祥瑞。 周人又以凤凰为神了，但是凤神并未取代龙神，而只是并立为周人的佑护之神。更认真地说，在周人心目中，龙是威慑万物的战神，无论龙战于野还是飞龙在天，那都是上天雷霆之威，非人力可及的。凤则是柔和吉祥的孕育之神，两相比较。 自然还是龙神第一，对龙的信奉自然导致了周人对近似龙形的蛇的敬畏，甚至将龙蛇看作一体。对于出没在古老宫殿与府邸的各种蛇，周人都当作神明待之，祈祷佑护，根本不会去伤害。三百多年的洛阳王城，宫殿重叠如幽幽峡,峡谷，大蛇出没便成为宫中常有的恐怖传闻。 尤其是罕见的怪蛇出现，通常总是会引起诸多征兆猜测，甚至促使天子亲往太庙祷告、奇卦。但最叫周氏君臣在意的，便是盘踞在雍州大鼎中的这条火红色大蛇。周显王时的一个深夜，一个侍女从九鼎广场向昼夜乐舞的东偏殿送茶。 脚步匆匆间，突然看见迎面黝黑的雍州大顶上盘绕着一条红亮亮的锦带。侍女好奇走近，突闻丝丝喘息，一双碧绿的圆球正悠悠逼近，一股腥风迎面扑来。侍女尖叫一声，顿时昏倒。及至周显王与乐师们闻声赶来，只见大青砖上一滩血迹。 红色大蛇正盘在大鼎上，昂头对着人群吐信。周显王惊喜莫名，立即摆下牺牲，焚香膜拜。红色大蛇才悠然地爬上了大鼎。王室太史令奉命占卜，卦象大吉。拆解卦象云：周围火德，上红，原出雍州，今火龙盘踞雍州鼎，当助周氏再度兴旺。 一时之间，火龙护鼎成为洛阳王姬人人耳熟能详的故事。周氏君臣也将这条火龙特意供奉，视为神圣。而今，火龙被黑鹰叼走，岂非大大凶兆？秦武王不知这些故事，大笑着走上石兽底座，道：“雍州大鼎，迎荡来也。” 回声在宫殿峡谷轰鸣间，秦武王马步半蹲，身形如渊亭跃至，威猛不可动摇。两只巨手伸开，铁钳一般钳紧了两只鼎足，眼见鼎身便是微微晃动。秦武王一声雷吼，起！鼎足骤然被拔起半尺有余，稳稳上升。正在此时。 秦武王脚下的牛皮战靴“啪”的裂开，秦武王身躯却纹丝未动，鼎足继续上升。突然，秦武王腰间的牛皮盘带又“啪”的断开，弹飞到空中。充血的一双大脚从战靴上滑出，双腿骤然从鼎足下伸出。坚不容发，秦武王身躯滑倒之时，大鼎的一足。 恰恰切向他的大腿，一声沉闷的惨嚎，千钧鼎足轻轻切断了一条大腿，切口白亮，带着铜锈的斑驳与肉色。随着这一声轻微的、令人心悸的咔嚓声，沉重的鼎足落地之音，重重的猛砸到人们心上。全场惊骇震慑，人们。 梦魇般费力的、轻轻的，啊了一声。瞬息之间，秦武王大腿鲜血喷发，一道血柱直冲顶耳。永州大鼎沾满的血又汩汩回流到石座与秦武王的身上、脸上。秦王，甘茂与白起同时大喊一声，扑向了大鼎，将秦武王抬出鼎下。 随行太医们提着衣箱踉跄奔来，围成了一圈；大臣、嫔妃们也清醒过来，顿足捶胸，哭成了一片；铁甲骑士们慌乱不知所措，纷纷围到圈外，紧张询问。秦武王醒了过来，惨然一笑道：“白起，你对。” 白起含泪高声道：“秦国新军尚在，我王放心。”转身对着甘茂，丞相，秦王交给你了。说着，豁然起身，冲出人圈，大喊一声：“大秦骑士，上马列阵！”一千铁甲骑士立即飞身上马，列成了一个整肃的方阵，刀矛齐举，一片杀气。 白起高声下令：“我王重伤，大秦铁骑就是擎天大柱。王和，带三百铁骑守住王城大门，任何人不许出入。”嗨，年轻的中军司马战刀一举，带着一队铁骑冲向了王城大门。蒙敖，带两百铁骑看守周氏君臣，我王离开之前，不许一人走脱。 嗨！前军副将长剑一挥，两百骑士踏踏散开，立即包围了周氏君臣。其余甲士，随我甲道护卫。白起令旗连摆，剩余的五百铁甲骑士从大鼎到秦武王大型战车之间，立即列成了家道护卫阵势。此时，甘茂一声嘶喊：“班师咸阳！” 几名太医用一张军榻抬着秦武王，大步匆匆地走向了大型战车。片刻之间，秦国的王车仪仗从洛阳王城幽深的门洞匆匆拥出，在北门外汇齐五万铁骑，马不停蹄地向孟津渡口飞驰而去。一个多时辰后，孟津渡口遥遥在望。 铁骑大军停止了前进，在暮色中扎营了。洛阳王城内，周氏君臣一片喜庆，侍女内侍们笑闹喧嚷地忙着收拾狼藉残宴与钟鼓九鼎。少年周王立即下令摆设牺牲香案，隆重祭拜雍州大鼎。 少年天子率领全部大臣跪倒大鼎前，反复念诵着“九鼎神器，天人魂一，佑我周氏，绵绵无期”。祭拜完毕，老太师严帅亢奋笑道：“从今日后，九鼎稳如泰山，天下将无敢窥视周氏也。”一般老少大臣们立即跟上，高声同颂，我王上通天心，社稷恒久。” 突然，少年天子一指擦拭大鼎血迹的内侍，厉声喊道：“不许擦拭！大鼎血迹乃天正也。天正周氏舍稷恒久。”一片宋词在幽深的王城久久轰鸣着。夜色降临，大河涛声在浩浩春风中如天际沉雷。 秦军大营灯火点点，刁斗声声，战旗猎猎翻飞。白起单人独骑，快马在营地反复视察了两周，做好了一切临战准备，方才稍微松了一口气。上将军甘茂此时一刻也不能离开秦王，前军主将白山又离开了大军，保护秦国君臣的千钧重担，骤然落在了他一个人身上。 白起第一次感到了作战之外的另一种巨大压力。此刻他已经来不及谴责秦王了，毕竟一个更适合做猛士的国王秦王，是要为大秦争回尊严的。假若不是牛皮战靴与负肩大带匪夷所思的断裂，而是给他一个更坚实稳固的根基，谁说他不能举起呢？令人望而生畏的雍州大鼎。 可一切就那样不可思议的发生了。那一刻，白起几乎懵了。若非他少年从容，屡经生死决于瞬息之间的战阵危难，他真不敢说自己还能冷静地想到全局安危。禀报钱将军，秦王急召。一骑迎面飞来，显示秦王的贴身护卫。白起二话没说。 飞马驰向中央王帐，秦武王面色惨白的躺在卧榻上，甘茂与太医们环榻侍立，紧张的透不过气来。秦武王终于开口了，口吻惊人的平静：“丞相，应当义勇之父，有负列祖列宗，有负秦国大业。” 有负卿等耿介终止，千秋之下，虽死，犹愧也。饶氏平静如常，惨白的脸上已经渗出了豆大的汗珠。甘茂痛心疾首，泣不成声。我王休得自责，臣忝居丞相高位。 不能匡正军心，臣万死不能辞其咎也。王回咸阳，甘冒自裁，以谢秦人。丞相，诧异。秦武王全力咬着牙齿道：“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丞相若能鼎力善后，安定秦国，不枉。” 身为我师了，甘茂心中大痛，情不自禁的跪倒榻边，抓住秦武王双手道：“我王旦出疏命，臣死不选种。秦武王艰难的喘息着：“白起，白起！”帐外脚步沉重急促。 白起匆匆进帐道：“末将白起，奉诏来见。”秦武王一咬牙，又平静下来道：“白起，有胆有识，日后必为大秦栋梁。本王托你为秦国办一件大事，与丞相共谋之。”白起肃然躬身道。 愿闻王命。秦武王眼中涌出了两行泪水，道：“本王无子，欲将王位传给庶弟嬴稷。他在燕国做人质，你带兵接他回来，与丞相辅助他继位。” 此事多有艰难，燕国定要阻拦，一定要保他万无一失，否则秦国将生大乱。骤然之间，白起泪眼朦胧。我王勿忧，白起纵然赴汤蹈刃，亦不辱使命。秦武王难得的笑了。 丞相，白起有大功，即刻晋升前军主将，兼领蓝田大营。甘茂豁然起身应道：“我王明断，臣即刻向国中下书证明。”秦武王向势力踏侧的贴身卫士一瞥，卫士立即捧过了一个铜匣。 秦武王粗重的喘息道：“白起，调兵虎符，教你掌管。国有危难，正要将军铁骨铮铮。”白起冷峻的脸上双泪长流，接过兵符铜匣，深深一躬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此时。 秦武王目光迷离，口中喃喃自语：“九鼎，九鼎。来生再会了。”骤然大睁着双眼，双手软软撒开，搭在了卧榻边上。甘茂一惊，仔细凑前一看，猛然放声大哭。 我王何其匆匆也！帐中卫士、太医们也顿时哭成了一片。白起脸色铁青，大步上前扶起甘茂。丞相，不能哭。甘茂顿时醒悟，抽泣间断然挥手，帐中哭声戛然而止。白起在甘茂耳边一阵低语，甘茂略一思忖。 回身低声下令。密不发丧，连夜拔营，班师咸阳，大军行止听白起将军调度、嗯。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一章无望九鼎，就为您播读到这里，下一期我们再见。